好，好啦，没签到了，不要那个、哦。好，签名就是一种很形式的东西嘛，我觉得见到你们还是比较重要的，所以就是不要计较这种小事情，不然你的人生会过不去。好，我们在台中场次，还有在高雄场次再见面，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，10秒钟，请拍照。先看我们前面正前面。